同志们，咱们中国啊有句古话，叫“故土难离”啊，但还有一句俗语啊，叫“人挪活，树挪死”。年轻人啊，就是要在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里挥洒我们的青春，对不对？对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上海的工厂能够开工，是靠从全国各地调运来的原料。 我们每天生活所需要的粮食、棉纱以及燃煤，也是靠其他几个解放区的大力支持，还有上海各界大节俭的成果。所以呢，我们这几家工厂的北迁，既可以帮助上海有效地疏散人口、缓解压力，又能够很好地就地取材、扩大销路啊！大家要想过上更好的生活，不光靠我们市政府，更要靠全上海、全中国的人民共同的努力。 大家说对不对啊？对。好。我要报名。你干嘛去？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想好了吗？我想好了，我要去东北看大雪，吃酸菜。什么酸菜啊？对啊，我也要报名。报名，不好意思，娘娘。